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经纬 M600 教学视频。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演示如何安装经纬 M600 飞行器。首先取出中心架、机臂、起落架、电池及其他配件。我们开始安装机臂。将标有 CCW 带有红色电机座的机臂装入 M1 机臂连接件中。将标有 CW 带有红色电机座的机臂装入 M2 机臂连接件中。依次安装其余四根机臂，并锁紧螺丝。将机臂胶塞装入机臂连接件中。将机臂线材穿过中心架下板的出线孔。取下中心架下盖。将线材穿过中心架下板的束线环，拆掉线材端部的透明肉缩管，将红色电源线装入电源管理板上标有正极的供电插座，锁紧螺丝。将黑色电源线装入电源管理板上标有负极的供电插座，锁紧螺丝。使用安装包中的 L 型扳手，将电源插座固定螺丝向顺时针方向旋紧15度，将线材整理平整，避免相互缠绕。将机臂信号线依次插入对应的白色插座。机臂安装完毕，感谢您的观看。